徐凯和程潇的《你微笑是很美》开播了，但是这个编剧真的让爱电竞人们看了绝望。他大概是没有打过游戏，这个台词你能接受吗？你看着第一局三路送人头的操作，简直辣眼睛。不好吗？你要早点告诉我你签了他们，我第二局、第三局都可以继续送，就当给你补个礼物，送给你未来东家一个冠军多好。早点起来看《陈情令》啊！一部电竞作品还不忘记蹭王一博肖战《陈情令》的热度，打游戏开团还数数，等他数完321，英雄头气都过了吧？电子竞技没有爱情，只有胜利。